就新鮮嘅喎。幫你喺住，幫你喺住，喂，幫你喺住，喂，喺住，幫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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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住。阿明啊，跑啊，跑啊 ！OK， 喂 ，OK， 我走 ，OK， 走啊，跑埋啊！各位街坊、上車嘅朋友，支持華記，支持鄧德德，希望鄧德德入到呢個立法會。多謝我哋繼續上水嘅朋友。依家可以出嚟上水火車站支持華記，支持鄧德德，支持鄧德成入立法會民間嘅發言人，多謝。好，大家好啊！喂，我澄清一下先嚇，我華記係支持鄧德成走入第七屆嘅立法會，唔係我入立法會，唔好搞錯啊！我台橋嘅咋，大佬，我今日嚟做義工嘅咋。不是我做啊，大佬，我是支持鄧德成做啊，大家搞清楚啊。OK， 我做司機嘅咋，所以我哋今日咧喺2021年嘅11月10日咧，華記走嚟上水係因為想支持咧政研會主席鄧德成咧走入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喺呢件事上邊咧，我想同大家講咧，鄧德成過去嗰兩三年豐功偉績。對抗黑暴咧，守護香港咧係好大嘅功勞嘅，所以我希望咧1500位選委會嘅朋友，你見到我哋呢個直播咧，希望你俾一票神聖嘅一票俾鄧德成，你俾個機會佢入閘，選唔選到就睇佢有冇本事，但係你呢個俾個機會政研會主席鄧德成，因為過去嗰兩三年華記同政研會主席鄧德成。並肩作戰，守護香港，所以我華記係全力支持鄧德成走入議會，希望1500個選委會你俾個機會鄧德成，佢有能力、有才華、有政治中國、有本事，我哋香港就係要呢啲人才走去立法會。過嗰兩三年，唔好講邊個啊，淨係講鄧德成已經俾好多嘅上屆立法會嘅議員咧。表現比較出眾，在客觀持平的情況底下，大家見到鄧德成是一膽二力三功夫。在這件事上面，希望在新界北的上水居民，現在你走過見到我們有些義工的，你支持我就簽名啊，大佬，你不要只是說支持華記，走過你要過來簽個名，不要撩到鬼畫符。我站在這裡就好鬼多那些戴著黑口罩牛咁眼咁望住我想食咗我㗎。你以為黑暴走咗啊，從來都未走過啊。所以呢阿德哥呢過去做咗兩三年舉報反對派嗰啲豐功偉績呢，佢人生係受到好大嘅危險㗎，好危險㗎德哥。所以希望呢佢走入議會有個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咁佢就好安全啦。香港嘅黃絲港獨黑暴從來冇離開過噶，唔好以為有國安法咧，佢哋驚咗啊！佢哋而家轉曬去台底啊！所以阿德哥咧過去嗰兩年咧舉到肥佬拉坐監，同埋有啲人坐完監出嚟咧都唔係好服噶，所以阿德哥好危險噶。所以阿德哥咧呢一度咧就要同大家講下，如果你做咗第七屆嘅立法會議員，你有啲乜嘢豐功偉績，或者你有啲乜嘢嘅政綱，可以同我哋上水嘅居民分享下。喂，喂，喂，你世界冇打自身啊！真係少，暴力解決唔到問題嘅。你牛咁眼咁望住我，我係唔會驚你嘅。你呢個太大，我會驚你。嗱，你咁樣撩我，咁點啫？點少？喂，邊個撩邊個啊？我起出聲先嘅喎，幫你喺住，幫你喺住，喂，幫你喺住，喂，喺住，幫你喺住，我撞人啦，跑，跑啦，跑啦 ，OK， 喂 ，OK， 我走啊 ，OK， 走啊，跑埋啊，跑埋啊，大啊，唔好走啊，你跑啊，唔好走啊。OK， 你唔好走啊！報警，報警，唔好走啊！你唔得，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你企喺度唔好喐啊！我跟住先，揾啲義工，我嚟。冇人口罩啊！嗱，講大聲啊！你唔好走啊！走啊！退到啊！你走啊！退到啊！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唔好走，喐肺，你唔好走啊！同你講啊，走啊！退到啊！唔好走，你打我！走啊！退到啊！打我！走啊！退到啊！打我！唔好喐肺。
唔該唔該，我而家喺上水，上水。Hello， 大家好。Annie 啊，今個星期日節我哋做邊個樓盤樓啊？今個禮拜星期日節咧，我哋會介紹呢個中山華發廣場啊 ，Ruby。喺邊度嚟㗎？位於中山石岐啊，即係食乳鴿嘅地方。冇錯啊。點解要介紹呢個樓盤先？首先一樣嘢就係劈價啦，發展商減咗兩成落嚟啊，98平方咧係132萬人民幣就可以買到㗎啦。係，係咪可以做到按揭㗎？冇錯，可以做到建設銀行按揭啊，60%按揭啦，非常之吸引啦，而且仲係下個月12月就收樓啦。明白嗱，呢個商場咧就係我哋華發廣場樓下個商場啦，已經係開咗開業咗啦，係咪啊？冇錯。華發廣場就正正喺呢個商場嘅樓上。冇錯。因為之前咧有客人咧就要求我哋介紹下中山市中心嘅樓盤啦，好唔好啊？近啲方便啲，所以 Annie 就物色咗，搜尋咗呢個華發廣場，仲要大劈價。嚟緊星期日，有興趣參加現場觀眾嘅朋友，快啲 WhatsApp 我哋報名啦。嗯，到時見啦。拜拜。